一旦上战场，任何时刻都是关键。赖亮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，不要想着输赢，全神贯注在场上，尽全力游出最好的成绩。在比赛前就不要和其他人讲话吧，把脑袋沉淀一下，然后把所有的集中在发令员的身上。一离开场上，亮勋恢复大男孩的活泼腼腆，他脸上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蛙镜痕，因为他热爱游泳，也把每个项目都练。我想要多元发展，每项都游游看。现在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心理恐惧嘛，一定会就觉得没有突破自己，会觉得很难过。自己总是亮勋最大的敌人，但妈妈也鼓励他，竞争是要互相进步的，而不是越来越差。不能跟人家比烂啦，当然就是跟好的比呀。那现在重点我就是跟他讲说，两个都不能放，输也要赌，练也要 hold 住，你自己要定目标。你不是说这个阶段完了就好，你还有下一个目标在等你啊。有个目标才有明确的出发方向。现在目前高中已经快接近尾声了，那当然就是以下一个里程碑大学为主，然后大学我们会选哪里还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就是全力以赴，然后为下一个目标达成。妈辛苦了，这几年谢谢你这样子细心的照顾，让我能够走到这个地步。一路上妈妈适时的提醒，让亮勋不断进步，不止课业上，连最爱的游泳也不会放掉。记者蔡依静、周奕华、彭宇珍、张佑林，宜兰报道。